流星花园的哥哥姐姐们，蛋蛋终于见到你们了，我好开心啊。我也很开心呀。对，贺弟哥哥，我知道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哇 What do you want the police to do if an apology is useful? 他说英文，他说英文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Sorry, I'm English is no good. 哇塞！哇，这个地方我们有点吃亏啊，朋友们，坐着吧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流星花园茶话会现在开始了，麦吉麦吉麦吉，哎，麦吉，这一次到我们深渊密室来有这么多人，你们的力量肯定是够够的。你们猜一猜，我的深渊在哪儿啊？深渊在哪儿？哪儿啊？深渊在哪儿？深渊密室机关启动吧！天哪，深渊里面一会儿会分割成三个房间，你们各自选择一下吧。那我觉得这样吧，你们有我要站最后。那我第一个吧，我刚刚我在后面等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董鑫我们一起，我保护你 ，OK？ 董鑫你要保护好那个弟弟啊！你保护好我，好了。深渊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石门关闭。是这样把我们隔开了吗？拜拜拜拜拜拜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找出图中与文字颜色一致的字。文字一致的。黑色、紫色。绿色、蓝色。黄，白色、黄色。第二题，请听题，请根据下列图片猜一个生活物品。镜子，魔镜。回答正确，请听第三题，请根据提示填空并计算出正确答案。什么？不要看九万里，人生七。35。很遗憾，吴希泽深渊密室。吴希泽掰了。关宏，由于你的队友挑战失败，你将受到减10的惩罚。什么？哇，这个更难，我觉得。第二十门答题开始，第二十门需答对三题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有水有月亮，镜花水月，花好月圆，花好月圆。这是什么？出水芙蓉。水中捞月。水中捞月，水中捞月。回答正确，请听第二题，请根据提示填空并计算出正确答案。是什么呀？是荔枝。日啖荔枝300颗，七零八落。荔枝300颗，七零八落。后面一个什么？铜雀。说几桥啊？左二桥。左二桥。300+8。不对不对，后面一个什么？628。3824。十九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好厉害！第三题，请听题。请根据下列图片猜一个历史故事。爬着呀，爬着呀，这样就掉下去了。荆轲刺秦王。很遗憾，关宏深渊密室历险失败。哇！荆轲刺秦王不对吗？正确答案是凿壁偷光。黄鹤棣、董鑫，由于你们的队友挑战失败，你们将受到减10的惩罚。哇，好恐怖啊！
我们俩都掉下去了。哇！第三十门答题开始，第三十门需答对三题。哇，老师好慌啊！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根据图片猜一个成语。年年有余。对啊。鱼龙混杂。他有个骆驼。沉鱼落雁。沉鱼落雁。沉鱼落雁。回答正确，请听第二题。哇！请根据下列图片猜一句歌词。歌词。小螺号提着船，海儿拼了展翅飞。回答正确。哇！小螺号。第三题，请听题。酸性食物是指在体内分解产生酸性物质的食物，请找出图中的酸性食物。葡萄。酸性食物，柠檬很酸啊，柠檬吧。柠檬。萝卜。豆腐。豆腐。不是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好厉害。门开之后请移动到传送带。哇，这个太刺激了吧。不行了。终极考验现在开始。传送带开始启动，下面是线索题，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食物。线索一，历史悠久。历史悠久，谁知道历史的食物。哇，好多啊。油条、月饼。线索二，手工艺。火锅。线索三，聚会。饺子包子。线索四，水果。橘子、橙子、樱桃、香蕉。线索五，圆形。西瓜、荔枝。线索六，冷藏。荔枝。线索七，流星花园。线索八，烤箱。菠萝，蜂蜜。线索九，面粉。饼干馒头包子。线索十，下午茶。什么东西？蛋糕。蛋糕。回答正确。深渊密室历险成功。